米长的细小伤口却让一个26岁小伙的生命戛然而止，究竟是何原因？原来是他切肉时不注意，刀跟手来了一个亲密接触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悲惨经历？据测试，一块新鲜猪肉每平方厘米只需15秒就会滋生6万细菌，鱼类、家禽等潜在细菌危害性更是不容小觑。生肉上的细菌与皮肤伤口接触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感染症状，严重时则会直接夺去人的生命。广西卖鱼的刘大哥看到这则新闻甚为震惊，想到自己平时替客户切鱼片时也会出现不小心划破手的情况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他决定自己做一台生鱼片机。他研发的新型鱼片机不需要人直接与刀片接触，可以保持操作人员的安全问题。刀片呈斜角45度的设计，更方便固定肉片的同时也更容易切碎，6秒就能切完一整片鱼肉，是人工切片的30倍，成为大型餐馆的首选目标。而且均匀的刀片分布能切出厚薄适中的肉片，烹饪时也可更加入味，缩短烹饪时长，保持鱼肉的口感。目前刘大哥的机器已经经过了市场的验证，并销往东南亚等国家。他的这一决定不仅方便了自己的使用，也让中国发明走出国门，壮大了中国实业的发展，为中国发明家致敬。